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山顶上的这个套袋红灯开园第一天采摘，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风景啊。今天特别热，这几天每天都是30多度，热得很。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红灯的质量，上两颗我们看一看。套袋红灯这个口感是基本上是纯甜的，这两天温度特别高，这个樱桃红的也比较快。套袋的这个果子的话，亮度还比较好一点。你看，呀，套来的哟，这还干啥事情的？我看，这人哪还在蚂蚁上？今天的黄瓜凉面我们吃完以后就开始打包樱桃。今天的樱桃非常的高山种植，来吃起来。就像云托面一样。我们现在进行最后一遍的挑选，这还是要挑选的。你看挑了多少了？挑出来一斤樱桃了，已经装了还不到一箱樱桃。这个套袋樱桃就是它就像开盲盒一样，有的时候特别不好弄。套袋樱桃，我们的冰袋是放在下面的，放两片绿叶，一箱也是净重5斤。能管吃吗？管吃。好了，睡了。好。明天大概有多少？明天到时候再通知你。